方面左右摇晃，还要保持平衡感，对于小孩子来说很有趣，也很刺激。这个是云林斗六金瓜鼠乐园里一个叫摇晃桥的游乐器材，就有民众上网PO出他10岁的儿子脚断掉的 X 光照，说他儿子玩摇晃桥疑似踩到中间两侧的洞，脚掉进去被夹断。医生说需要打骨钉下去，因为桥不回来了。那个游具并没有任何的告示，那他所说的告示是旁边的踩踏式装置。然后我就最后问他说，那你们是不是有投保什么公共意外责任险？那他说这个要走国赔流程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吴先生说他的儿子胫骨明显断裂骨折，简单包扎，再回到台北医院治疗。他认为有危险性的游具附近却没有任何告示，其他民众也有同样看法。单位要把那告示牌标示清楚，然后家长要在旁边陪同小孩。有小孩玩摇晃桥玩到受伤，家长指控没告示牌，对此公所反驳。现场都设有告示牌，不是今天才设，原本就设置在那里的。这个儿童游戏区都有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，所以不是像他在爆料公社里面讲的部分。公所认为是孩童以暴力摇的方式来玩摇晃桥，才会造成游乐器材出现夹缝，导致脚往下滑夹伤，但公所却不愿提供事发时的监视器画面，只说愿意赔偿小孩受伤的医药费。华视新闻林社张春峰、吴建宏与您报道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。